chưa?我小时候吃就是强迫吃的原因，因为我很叛逆。那就加点什么好好这个就睡袋，这边躺在床上，这边下去有个主题了，只要换成啊，不上去吗？这里的颜色不一样，这个戳进去大概就一个洞，感觉像这里做过手术一样。其实我刚刚是乱说的，就是圆滑它刀捅了我一下。